下午大批长辈们一觉睡醒，立刻冲到高雄连锁大卖场，可不是来抢促销，而是打莫德纳疫苗，随到随打，因为有好康。工作人员把200块提货券放进红包袋，但只有前面20人才领得到，名额超少。但有长辈一拿到，当场就要花光光。因为我提货券了，没办法，我不能打 AD 啊，中风了。打第二剂的也可以领到一包百米不无小补，而全台湾混打第一天，凤山庙宇开放 AZ 混 BNT， 大批民众涌进接种站，但大部分不是来混打，现场提供上千剂 BNT 疫苗，随到随打，但非混打有700多人 ，AZ 混打 BNT 估计只有100多人，只占20%，混打接受度似乎不是很高。都打同一剂比较有保障一点啊，如果出什么事，你要怪第一剂还是要怪第二剂？那你症状是不是出来一定也是两个同时都？只要有国际认证就可以了。AZ 混打 BNT 接受度有限，而另一头市立医院 AZ 混打莫德纳疫苗踊跃很多，150人预约，报到率100%，一个都没少，甚至有民众专程为了混打忍了好久。AD 加莫德纳的效果等于是两剂莫德纳，所以想来试试看。我们是特地打混打的，等差不多有四个月。疫苗混打开放，民众反应两极，地方政府也寄出礼券、百米等好康优惠，希望提升施打率，快快达到群体免疫。记者洪夫人王硕 ，SBS 小组高雄。